没有。你打他，他就打你。就一个武士，不算难打。对对，他比较像人魔那样的角色，所以不会那么难。啊，右下，你看大地图右下是不是有一个白白的长方形的？对，就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一块石头的下面。对，很可怜的 NPC。被我知道有这把刀的时候，他就是死棋，就已经被我认定他死定了。有，但是是不是你要的不知道。啊？你要先往下走。掉。没有。就是你要从最原本的地方过来。
是见证奇迹的啊！那人工就放法术砸死他了。奇怪，我怎么找不到？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